洲模特大赏六日晚间盛大举行，除了亚洲知名的模特儿参与之外，以往也有许多当红的韩流明星出席领奖。而 Night Muse 景丽打扮美美走红毯，过程一路微笑亲民，退场时没注意到台阶险些跌倒。而红毯界霸王 B2B 一踏上红毯，开关就打开，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B2B 今晚因应模特儿大赏主题，摆出各种无厘头的模特儿姿势，真的是有够抢镜。New East W 的成员也不遑多让，有趣的姿势让采访的记者都笑了。不同于白想红毯上正面深 V 开到肚脐的黑礼服，娜娜今晚选择白色露肩礼服登场，显得气质婉约美到爆炸。